天写一点，以后就都弄脏了，全部太太擦吧，又要擦。听着。这次行动中，我们一共检获500斤的黄色炸药 TNT， 另外搜出一批导火线、计时器和雷管。被捕的三男一女中，包括有“炮王”之称的王炳强，相信是犯罪集团的首脑。王炳强，看着啊，结账了，我要上厕所。哦。谢谢，125块。我们收到可靠情报之后，开始跟踪目标任务，发现多个可疑地点，马上连同飞虎队采取行动，成功逮捕。小姐，我能不能拿走？可以。早上，谢谢两位。哎，行了没有？还不行啊，大问题了。些东西啊，小妹妹。东西。先生，哎，小姐，我要奶茶。这位呢？我要西，都是一不真，流水。先生，你要什么？这个。咖啡。叫什么了？真流水啊！这妈的，这辆破车上车不灵。我早叫你别停这辆车嘛。这辆车大嘛。
就跑楼梯上去了。搞什么鬼啊！睡觉啊！睡你妈的睡！车上来了，小心！哎呀，什么事这么吵？对面的金库被人打劫了！啊，这么严重啊！麻烦你把门关好，不要出来了。哦。开门啊！有人吗？警察，开门！记下来。我听不见。
机证人。有三个两男一女在对面的咖啡厅，金库的证和职员都在里面，我们的伙计正在问他们。金库有锁是吧？他们没打烂玻璃。这位师兄，那群匪徒有什么特征？金库职员说，三个匪徒说的是外国话，其中一个有枪，还向天花板开了一枪。全都在这儿，他们三个都见过一位。谢谢。三位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一会儿，我的同事有事要问你们。连丝袜都不带，真大方。看来他们是生手。带走了，带回去。案发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厨房里干活，不过那几个贼我有听见过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的嘴巴好坏哟、哦，总是爱挑衅别人。三个人不说四个人一块过来，当时警察来的时候，他们也很紧张，可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可怕。是三个人吗？将来你所说的恐怖，有没有听过附近街坊说是有关匪徒的情况？有啊，这边杂货铺大本桌，他们最近很晚才上来。对面报摊胖子说了，他们仓下的买四瓶酒。是啊，谢谢你帮助。钟三，他们认识劫走犯人的三个弟妹，带着过去做聘请，已经叫了。情况怎么样，师兄？我们一路搜过来，到这里拍门没人回应，没想到这里突然开枪，接着就搞成这个样子。我们破门进来就看到两个女人被脱光反绑着，查够了，这两母女是住在这里的。明显是两帮人干的，是你看着匪徒进来的吗？是这位伙计看着他跑进来的。是个字儿，我们一进来就叫管理员锁住了电梯，接着就叫增援的警车封锁了所有的出口。这座大厦没有跟其他地方相连，我相信抢劫金库的匪徒还在这里。强神，通知所有伙计，每个单位再搜一次。Yes sir。警察们呢？我们是警察。你们家总共有多少人？小姐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三十多岁、有胡子的胖子经过这里呢？我怎么敢开门？一个人住吗？是啊。师兄，哎，让他去好了。
事？看什么事？下面的人谁在用电梯？火警长官，是你某警的火警正在上来。东泉，我是阿顺呢，我在电梯里面。向晨，你是不是在外边呢？把电梯敲开。正在睡觉，突然听到我妈在叫，我惊醒之后，看到他们四个人抓住我妈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进来的，他们就强奸我，一直到天黑，我以为他们会离开，没想到却住了下来，整天的搞我。还连我妈她都不放过。Sir，你没抢劫，见到警察你为什么要跑？阿三呢？去厕所了。你是队长还是大队长啊？你是不是抓错人了？嘿嘿，我刘学是一个大胆的好人呐！哎，队长，可不可以给金坡的闭路电视拍到你了？你还装蒜？人的长相有一样吗？乐生兄弟啊！哎，对，我有个弟弟叫刘斌。嘿嘿，阿帅啊，我整整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都肚子好饿。你躲在电梯上面修理电梯啊？哎，对，直线行间你是打不掉的，没伤人，判七年。扣了假期，5年就可以出来。如果我告诉法官，你的同党拿着枪，在街上乱枪扫射，打伤了十几个警察，法官一定全算你头上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没90岁命就别想再出来。收不收你自己决定。我真的肚子好饿，可不可以来个饭馆吃啊？哎，要两条啊？是啊，要红案的。现在每条110。啊？搞错，不是100块吗？涨价了吗？涨什么？是陈豪批给你的吗？是陈豪涨价了吗，老兄？我只是义务的，你要不要？哎，好了。真是麻烦。你要的饭来了，等一下给你钱。哦，打开他的手铐，出去。喂，把手伸过来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今天儿童不宜。是吧？好丰富。会有事吧？没事的。啊。你从哪儿来？四川。哪里的生活困难吧？嗯，有没有娃子？5个男娃，3个女娃。你的胆子很肿啊。嗯。虽然肿，但是还挨得住。都是因为水灾，他妈的赈灾。
一个人才基本分为面，一点食口咋个过？受不了了，老子就跑到广州碰碰运气，有啥子了不起？在路边睡了三个月啊！三天一宵的，五天一大的，这日子咋过？姐姐啊，只有拿枪去抢劫。生活困难去抢劫是不对的，人家生活也困难。你打劫的时候打伤人或是杀了人，人家就惨了，人家家里也有娃子，没有爸爸妈妈怎么办？你多久没见娃子了？好久了。你四川话好难听懂啊！难不难理解不重要，最重要你明白。苹果，不过去。这个我不晓得。美国人，美国人，美国人。你有没有问清楚医生啊？等会儿再打给你吧。再说一次，谁先进去的？枪声给钱。等一下，我讲了好几次了。一百一。等一下吧。嗯。陈好说要涨价。有没有搞错？我来看一下。留下电话就好了。他是我拍档，你打电话到餐厅就可以找到他。这是你认不认得我是谁啊？犯贼，可是是失手的那个。哎，阿仔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？他要下去做拼图。哦，我有空。我帮你带他下去，小姐，请你跟我来。好啊。怎么认出我？我看见你没桌子，划了他给你。你喝完了就放回我桌子上吧。不用那么客气了。应该的，小姐。咦，搞定了。朱三怎么问他都不肯说，老大给他一盒饭，他就什么都找。老大手段狡猾，也要学朱三吧。有没有人找我？有个女孩打过三个电话。Amy 还是 Cindy？ 哎，搞定了没有？搞定了。很感谢你跟我们警方合作。这是做良好市民应尽的责任呢。很久没见你会耍花样了。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被欺负的小丫头啊？我已经长大了。没大多少啊。喂。啊，这样啊，你去搞定这件事，我带这个良好市民回他那个良好的家。我想跟 Kenzie 说一声。他现在正开会呢。
那我走了。嗯。那您学校开 party， 你们怎么没有来？阿Sir说你那时候还读书吗？你还记得那一次 Kenson 来我们学校吗？我的女同学到现在都还在谈论他呢。而你呢？他们说你在厕所里抽烟。不这样我还能做什么？哎，为什么那次你会穿着底？哎呀，警察办案很难向你解释明白的，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给解释，好吗？好。是前面？前面一点，停这边，那边不能停。这里行吗？谢谢你。你坐这座干啥？是啊，蛮好奇的。哇，那我送你回家，被你男朋友撞见，那不是很不好意思？当然不会了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一个人住。有空一块吃饭，叫披萨也来。哎，师兄，嗨，你没问过地铁站那些职员？我问过在地铁执勤的伙计和职员，他们都说什么也没看到。附近的街坊呢？喂，麦蒂留在警察局里，我查过了，没有爬托，单身。怎么？以前是俏皮学生妹，现在是风骚老板娘，有这样的机会，当然要趁势上了。我才不要这招呢。哎。这么难得才撞到老兄，你不干回头可别后悔啊。现在干活了。干活每次都是这样。哎，不说了，干活。那边有很多诊所，我怀疑那帮家伙劫去一家诊所来疗伤，找个藏身的地方。我这么说你一定不行。那两个路口，我和你一人带一队去看看。说你有警察，什么事啊？这几天你没见过这几个人，让我看看，仔细看看。大叔，你有没有见过这几个人？化成这样，很难认。这个大厦有多少家诊所？十一家，还有十一家，陈医生是儿科。住手！
吉米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除夕夜他还跟我一起倒数，他还答应我跟我去纽西兰查塔姆群岛去看2000年的日出。他已经订了一个海边酒店的房间。上个星期我生日那天，他还送给我100支南美玫瑰。他还说只爱我一个，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。他不会离开你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老兄，把轮椅还给这位老伯吧，生不好玩，偏玩这个。吉米今天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，你放心吧，他没事的，你歇会儿吧啊。医生，黄哥近情况怎么样？子弹擦过他的颈部大动脉，大量出血，做完手术之后情况稳定，不过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现在我们把他送到深切治疗部做进一步的观察，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们会第一时间。黄医生，那个匪徒在仁和死了。那间诊所是张医生开的，他和他的护士都被杀了。你先通知他太太，明天我替他上班。强生刚打电话回来，说吉米情况已经稳定了，但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用不用把案子交给其他组办？不用。上头很重视这个案子，抓紧一点。我会尽快破案，不会在你升职之前坏事。待我问候一下兄弟们。记住，命没了什么都做不成，万事小心。Thank you, sir. Gary. 张 sir. Ken, 你先出去一下。Yes, sir. 他们是廉政公署的。陈志刚女士，我现在怀疑你在上个月晋升警长面试中担任不考官期间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可是新闻报道你们发生枪战。是啊。有人受伤。是吉米，我告诉他很多次了，出来办案。那 Ken Sir 他有没有事？他没事，不过真危险，如果他没穿避弹衣，这次一定挂了。最好你回到家里打个电话给他，你打电话给他，我想他一定很开心。电话是8184-4488。还有，这个钱包是他帮你找回来的，他找了很长时间，他现在很忙，在请报告，所以叫我来帮忙。谢谢。不客气，记住上去打电话给他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抢劫，现在怀疑是打劫金铺的俩匪徒。来，接着手铐进去。
哪儿有？山西气盖世，石磨玉溪追不逝。西呀，西呀，谢谢。西西，医院打电话来，小姐没事。哎，可以叫兄弟们吃顿饭了。就兄弟们不用做人情了。是啊。根据刘雪的口供，逃掉的那两个金铺劫匪是两兄弟，一个叫江河，一个叫江山。上面的公安说，他们本来在辽宁做猎户的。射雕啊。他们到了广州之后呢，陆陆续续犯过几次案，抢劫计程车，做做路霸，全部都是小案子，没有伤过人。在大帽山捡到的报纸被剪掉的已经查到，是有关金铺的防盗系统。看来他们是看了这篇稿子才知道金铺。相信他们会再打的金铺，大家在附近找个单位监视。Yes, sir.他们剪掉这些来干什么？阿森，进来一下。收到的消息在两个小时之前，他们说见到我们通缉疑犯，怀疑是酒精街抢劫犯那三名犯。报告清楚，他们已经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伙计了，那三个家伙是疯子。可以吃饭了。哎，来了来了啊！经典老大下厨，帮我看着啊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
哎，长官，伯伯，在吃饭呢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情况。今天赛马，马会那么多人，谁会去抢劫？你们三个跟我走，你们俩留下，明天争取队友回来接班。不好意思，王伯慢慢吃啊，大婶。拜拜。再见。这饭没熟了。天神，先收队。Yes, sir。你们先回去，明天早上九点。Yes, sir。别小看我，如果每个月我不是太忙的话，一个月里我勉强可以做一两次。对不起，我爱的人不是，是阿森。为什么爱阿森呢？因为我喜欢他够硬朗。阿森实在太硬了，我相信他不会爱我的，这只是一场梦。你干嘛在人家背后说这种话？走。哇，现在才刚刚开始啊。你好缺德。是，我是很缺德啊！别这么夸我了啊！我还没有问你想要吃什么呢。有什么好介绍？嗯，我带你到厨房看看吧。哇，用得着跟得这么紧吗？简直就是一个大色狼，厚颜无耻到极点了。你用你找把棕色说那么贱吗？干什么？开车！开车！你不尊重你自己，也尊重一下我。干嘛那么激动？哦。什么？哦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吃吧，我叫师傅弄个招牌菜给你吃。这个钱包是你掉在警察局的？你应该请我吃饭吧，但这顿不算。这个钱包是阿森给你的。
实是他昨天晚上跟我亲。怎么样，事情搞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的钥匙掉在你车里了。魏小姐，你的钥匙怎么会掉到我的车里？你帮我找找看。没有啊。只有在你司机座位旁边的缝隙里。你等等啊。上车再说，行李还给我。怎么了？谢谢。开车。你不喜欢的东西不要推给人家，讨厌。叫你不要闹。32、36、24、36。你呀，小心流鼻血。看你看得多，当然会啊。好了。今天晚上记得下班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拜拜，明天见。吉米。嗨。怎么样，伤口还痛不痛？不痛喽。医生有没有说什么什么时候出院？倒什么都没说。精神不错嘛，想吃点什么下次买来给你吃。不用麻烦了。嫌弃我买东西给你吃啊？不是。不好，我下次还是熬点汤给你喝。 Jimmy， 我熬了汤来给你喝。是吗？什么汤？猪肝汤，补血的。谢谢你啊。我的同学看过你的新闻，我告诉他们说我认识你。哎，你有没有说我的威风事迹啊？我当然说了。嗯，这张光碟送给你。
原来是范版碟啊。我在戏院看过三次，哎，很好看。等我出了院陪你看第四次。嗯，那我先过去了，拜拜，姐姐。拜拜。说真的，吃牛挺正点的，不过就是太矮了，要穿六寸的高跟鞋。说话幼稚，不过也是，那他胸脯大。这所谓胸大无脑，无脑以上。师姐，不过胸小呢，也并不表示有脑啊。是管理员今天早上从楼上发现的。他说这几天经常有三个陌生的男人在这里演出，我给他们看病历史。认定是你和欧弟通缉的那三个人。而且每一条路线都由一辆接管车负责。那九江街和顺宁道的投注站是不是同一路线？是的，去完这两个投注站以后，我们再会去大埔道，然后再返回长沙湾总部。哇，那不是有很多钱？这很难说啊。我没有理由相信刘邦匪徒想抢劫你们的接管车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要把这件事情保密。没问题。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家伙很凶残，他们有重军火，有什么事要等增援到了才能动手，以免伤及市民。有没有问题？只是监视投注站，如果有一家人被匪徒挟持着，屋里有六个男人，如果被抢劫，那怎么办？中策已经派了侦缉队盯着了，没有消息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从明天开始盯着那三个投注站，只供一包柠檬茶。柠檬茶。Thank you.
借款车都不经过这里，我都不知道你在等什么呢。那帮家伙在这待了一星期，难道只等吃饭？一定有目的的。这么晚还没上班，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胖妹，干嘛添咖啡啊？还添，四杯了。你拍档呢？不知道啊，他平常不会这个样子啊，几天也不来上班，也不打个电话回来，我打去也没有人听，都不知道搞什么鬼。他电话是多少？这案子我们还有些事情要问的。2178-8128。谢谢。慢慢喝。写下来吧。我在工作呢。叫你写下来就写下来嘛。你自己写。哼，这案子是你为他做拼图的，你当然有他的电话了。说实话，世事难料，开心的时候呢就尽情去开心，有事发生呢就烦得你抽筋，好像我这样子。你有什么好烦的？我和他几十年了，连个蛋没下出来，没想到40多岁了，全弄了3胞胎出来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恭喜你啊！想不到你那家伙还挺管用的。癌症啊。那小子怎么样？就是那小子。医生怎么说？在里边治还是在外面搞？什么里边治外面搞的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我说，你说你小孩有事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小孩有事？我说我那个大的3胞胎，小的那个癌症啊。不就是吗？还说是？你根本没留心听人家说话。我是说我家里那个有了3胞胎，外面的那个呢得了癌症。那当然了，人家现在得了癌症，你能扔下他不理吗？拜托你留心点听人家说话好不好啊？什么呀？什么？医生说呀，40多岁生3胞胎是很危险的，有什么事不知道要大的呢还是要小的呀？他们不盯接管车盯什么？现在给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没有啊。喂，三八，你欠我的账什么时候还呢？你没看见我正在做生意吗？你别说老板不在啊，你是不是老板呢？你是不是老板呢？你不是啊？那你是了？在这搞什么？买东西啊。买屁呀！那个臭小子，我待多久他就逗多久，不孝心又知就要法兰西蒸馏水，今天就要木瓜奶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是我早就放水果塞里。Thank you.
包围他们。收到。上车。沙展旅三，我怀疑大伯到68号，嘉文大厦8楼7号有事发生，请马上派人来。怎么了？他们可能抓了班底。不会吧？怎么会呢？头两个受害者的家都对着铜锣站，班底的家也是。他们常去咖啡室，就是打他们。警察，有没有人呢？空灵肯车54257到达现场，尚指无人回应。Roger。54257现在离开现场。喂。李警官，火箭去过现场了，没有人员。
下，走出来。阿森，小心点。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在楼下撞到他，他没事。长久几天。送你们下去。嗯，这部老爷电梯特别的慢啊。刚才差点撞死你啊！我知道你工作认真，你紧张吗？撞死也差点没车撞到。车多少？差一点点。他撞头啊！那他刚才危险吗？突然间那么快啊！戴森，别走！看什么呀？上我的车！
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，尤其是感情方面。我知道我说出来你会不开心，我希望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钟三，你搞错了，我细心查你，我喜欢的另有其人。你不是什么我吗？决定了，什么事那么激动啊？在马会那次，一起买六合彩但没中那次。你认真的听我说一次好不好啊？我说我决定了，大的要说清楚，小的不能不理，必要的时候要大不要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和大老婆说清楚，在外面有女人，但无论如何你要照顾小老婆。如果大老婆三胞胎有什么事的话，你要大不要小。就是，你认真听我说，你就。明白了，我也决定了。什么？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去找个妞。有些事我想跟你谈。快叫我吧，我也有事要跟你谈。妹妹，快叫我。好啊，看来还这么一起来看什么呢？好啊，老地方。好像他们再去上他们光顾过的经过。
大哥，咋一辆绿色出租车都看不着呀？大概是寸劲儿了呗。阿三，小心你的雕啊！岂不像个车雕啊？今天小区没什么人，就在这里包围他。阿三，小心点，我不想捡你的雕啊！收到，来了，干活吧。Thank you.
现在为您报道晚间新闻。本台刚刚收到消息，青山道发生大规模警匪枪战，六名探员和两名疑匪当场中枪身亡。现在由本台记者王伟强在现场为您做报道。现场是香港工业中心对面的青山道，现在的情况还非常混乱，多部警车不停地开来，部分尸体还没有被搬走。根据警方透露的初步消息，六名殉职的探员隶属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C 组第一队，包括有一名高级督察、一名警署署长、一名警长及三名警员。另外两名疑匪已经证实是通缉犯，涉嫌跟上个月九江街福来金行的劫案有关，而疑匪所使用的枪械怀疑是上个星期五被劫的西九龙冲锋车的实枪。在那个案件中有三名警员死亡，有两名警员仍然在you